桃金娘中毒吐血了，或者内伤吐血肚子痛，就是用它的叶，就是来水煮来喝，它可以缓解肚子痛。无论它的叶子、它的果、它的花都有作用。它的叶子一般上可以治这个外伤出血，这个花你可以采很多朵拿来泡水喝，它具有行血的作用。